之后呢，又开始他请他请他请，没有私隐哦，对，没有私隐生意。你的好朋友叫阿秋。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都是买干细胞，那种的其实都是去接种干细胞，后来才在这最近不久才有拿到这个产品，就开始吃，吃大概三包第四包，这个鼻子就开始没有干细胞，就被用我的关系朋友他被清除，就又在他请他请，冷热进出都在他请他请，然后已经上办公室了。就其实非常非常神奇，还有呢，对，而且很小很便宜。最重要的还有一个，我大概每年感冒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每一年都会叫做因为免疫力要下降，对长个泡泡。以前的泡泡呢，我去吃药看医生，大概会至少一个礼拜以上才会好，至少十天。可是我这一次呢，我喝了三包第四包之后。就好了，就好了，没有吃药也没有看好就好了。真的很神奇，就它真的可以修复细胞，这我真的亲身体验。你们看，我这还一点点打开，没有，这是今天第四天，真的。就以前，就我这个人，晚睡嘛，然后早起嘛，那可能就感冒之后比较严重，就会长这个毛病。意思是说，睡眠不好。那现在开始吃这个真的是很神奇，非常神奇。哦，它又不贵，我觉得。这是很棒。之前花了2000块，大2万块。对，我们去吃那个半点而已，然后才正中要起来，还好那个货赶快来。赶快，刚好接手我这个，让我这个走到不会打断。对，我五月加入是没拿到货了，我们到7月底才拿到货。真的是这样子情况。那我是觉得这样子说，我跟朋友分享就是说，我以前是一个上班族的，32年的上班族，都上班的好。退休时候。我32年在劳保的，在工作里面很幸福，可以被80%的那种替代。我们是，那你多少钱？你不到2万块钱，32年的工作，你不到2万块钱。我年薪已经在120万，可是120万年薪退休，我在劳保局才领不到2万块钱工资，对，就是那种收入是没有被动很少。所以当我发现这个。